第四场的比赛，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二号台裁判员王航，运动员连浩文、刘海。三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博俊杰、陈成汉。五号台裁判员李勇，运动员王政伟、高林浩。六号台裁判员庞杰，运动员王长畅、武中天。八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运动员冯超、陈浩。九号台裁判员傅一冉，运动员石汉清、季清冉。十号台裁判员杨粉，运动员蒋志茂、赵伟健。11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阿布拉江、张太义。12号台裁判员何秀红，运动员李帅、白云鹏。13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张峰伟、苏玲。14号台裁判员周丽，运动员徐子淳、李昌科。15号台裁判员刘宇，运动员郭真诚、荣毅。16号台裁判员陈超强，运动员李明、崔健。17号台裁判员郭强，运动员陈俊杰、张鲲鹏。18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唐春晓、韩旭。TV 台裁判员龙飞，记录裁判员梅可超、王锦一，运动员张宏民、赵汝亮。现在比赛开始。欢迎大家收看由菏泽市星耀台球俱乐部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的2022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山东菏泽站。继续还是张庆勇陪您一起看球。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画面左边的张宏民对阵画面右边的赵汝亮啊。本场的裁判员龙飞，依旧还是在第一阶段双败淘汰的100分钟限时抢九。那么在双败淘汰的第一阶段的第一轮次里边啊，输掉比赛的球员是不会被淘汰的，后面还有一次机会。比赛开始，第一局赵汝亮开球。好，来看一下啊，第一局。有球进袋啊，
选球还是比较简单，右边有个带口的单色。五号，好的，留点角度啊，继续六号球，下中低杆，发力打进弹起，二号可以叫中带。好准度。叫到这个位置的话，这个二号球可以直接往上叫啊，然后上方的两颗啊，四三下来，黄一可以调右边的底带，这样的话衔接黑八的左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有把握的二就直接奔着四叫。轻推还是挑三，那么三号看这个方向啊，左边中带。角度还不错啊，向下刚刚好，直接中杆往下蹬啊，叫底带，叫右边底带叫直啊。哎，继续啊，低杆轻点。第一局赵汝亮胜，比分1-0，开球新台。谢谢。第二局，张宏明开球。好，来看一下张宏明啊。黑八进，有选球权啊，可以把黑八复位继续进攻，或者是重新开球。不知道的话可以问一下裁判。继续吗？要打吗？这个二球还是有点考验龙飞的这个能力啊。首先是取球，把这些压到摆球指的球拿下来，然后复位。这时候呢黑八还要再复位，黑八复位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点位被占呢，就顺着这个方向往下摆。还好啊，顶端那个掷球点没有被挡住。
打单色过来，想法是非常好的啊。再往左边点会更好，两颗球，给打二号呢，右上方直接奔着 K 十四打，把十四 K 走呢，给四号球让带口。但现在因为角度比较正啊，这个球，看看交位啊，继续，中低杆发力，横过来，好的啊，左上方交道，看这个角度。往上角度大的话可以登顶库往下再走红三继续叫中带中高杆不要太轻可以这里边啊先看三最好是先把这个五打了可以给七号球让一个左边底带的带口五打掉轻推弹起然后六号球向上叫七低杆轻搓啊力量不要太重就直接叫吗直接叫一杆十号十号哎呦这球好像是有点相贴了相贴这个六都不太好打了没说话没贴球没贴球就还能打但这角度上不好调对还需要从下方去绕两库往上走杆法低一些右塞多一些没打进张宏民在这个前面的几杆的处理都还好就是刚才左下角这颗他有一个超前的意识就是先挑七没叫好把白球叫到这个十号的右边有点相贴啊赵亮帮进左边往上一放做一杆防守放到这儿的话有一个十号球也挡住了一个最好的横向从右向左解七号底带的一条线路如果在十号球下方啊这个位置解七的话要立低杆要下一些哎呀这个角度已经是过了正常清洁肯定是没法解的我们看看赵汝亮会不会再来一杆翻带或者是 K9 啊摆这儿高杆发力 K9 号没带到哎看看十四还有 K 但这球我觉得可以叫翻中啊叫成一个反角翻中也可以这球 K 的话要看低杆放归不好有风险还是源于自己的一个想法这球打得稍稍有点冒进左下角不太够不太好打不是一个完整的带口啊少半颗中带也没有翻中翻左边中带摆一个好的角度往前用中高杆一蹬黑八也打左边中带
翻大了。放到这儿，十一号有一个从上往下啊，这个球是可以有机会 K 的，打薄一点点，左塞不要太多，最好上库啊，上库一刮啊，从上往下蹭一下九号球的右边，是一个最佳效果，白球又能出来，九号又能停在中袋附近。哎，意思是对的啊，没刮到。再推仰一杆，尽量把白球往右边走，做一杆斯诺克。有薄边啊，应该是没有完全挡住。翻右上角，就他手摸的那个袋口。也实在是没什么好打了这个球啊。对，再看看左边，没有。哎，九号加杆。看教位啊，教十二的话低杆右塞要多一点。好，袋口有一颗球，这样的话你打稍薄一点也可以接力。尽量轻推，十三就算碰到也不要走太远。稍微有点多，再推十五勾下，轻轻蹭一下黑八的薄边，白球往下走。这杆球要轻一点啊，不要太重。好的，角度有啊，中杆蹬上去，第二局赵汝亮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赵汝亮开球。中袋两球进啊。白球这个位置呢，右上方单色，右边十二号中袋啊，选球还是问题不大。看一下两组球，四号左边中袋可能是一个半个袋口啊，七号左下有，五号右边有，二号右边有花色，十三号球最下方这个啊半贴库是一个难点。先来看啊，
中带低杆下来，二号一顶，让个带口，没让出来，那这杆有可能要强打一杆了啊。哎，十四这边中带还能打，并且下一点点的这个中杆啊，奔着十三这边还可以带一下，并且带口还有保险球啊，可以考虑一杆。好的，没问题啊，继续十三啊，杆法稍微低一点，轻打打进啊，继续叫十五。好的，没有问题，可以奔着上方的十一去叫啊，用十一再下来叫九，推有塞高杆。好的，有角度啊，轻搓，看一下八号球准度，没有问题。赵汝亮胜，比分3-0，开球性态，谢谢。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张宏明开球。犯规。啊，这杆开球，白球左边又掉了一个中带啊，不好。先后自由球。中带打进过来，十五号刚好交到下底杆横向，两边都有啊，十号底带、九号底带。目前花色里边仅仅是在十三这个点位啊，它有点像左边现在这个十五。如果你用十二号去调，也可以调一个很好的下边的底带。这里边有些球就不要轻易去 K 了，可以顶一顶对方的单色球，但是花色比如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打十不 K 十三也没问题，正常以他的准度还是可以打得进的。好的，弹起，看看左边啊，九号角度，中杆横向蹬过来，啊，很直啊，第一杆往回一点，不能算非常好啊，中带这边还要再调，对，往上。有推两库啊，吃了一点点带角啊，左边，哎呦，这球有运气啊！好，高杆栽上来啊，中带刚刚好，八号球。第四局，赵汝亮胜，比分4-0。第五局，赵汝亮开球。右边啊，七号进，白球一撞，两侧啊，左边有一个花色半铁库，右边有一个单色。打进上来，左边有一 K， 这颗球不能 K 太薄，不打，那还是继续上方十三，低杆一点，十一向下。好的，这里边这一杆交位就决定了
12号到底是 K 还是不 K 啊？不 K 就14校直、啊、往左边一推，校到边库附近啊，往下一打。好的，直接打。好准度啊，第五局赵汝亮胜，比分5-0，开球精彩。第六局张宏明开球，大力炸。这一盘呢，右边中带进白球呢没犯规，但是这个位置稍稍的有点靠上方啊，靠这个边库附近了。高杆白球一撞，十号中带还能打。这一 K 完之后呢，七号往左边一点点，十三的左上角应该是够下了。角度稍微的有点大啊，这杆球，15倒还可以轻推啊，下方还有个带口。左下方二号球，好打进。这个15贴带角贴的有点近啊，不太好去双下。看看赵汝亮会不会高杆把白球继续往前跟，二次的撞一杆。对，仅仅是帮进。11啊，左上还能打。
薄了一杆中带，白球要接力了，犯规。哎呀，果然啊，接力吊带。接个球。哟，这杆球啊没打进。呀，这个可太危险了，黑八差点传进啊，而且左下方还挡了个袋口，感觉张宏民有一点点的无心恋战啊。这样的话赵汝亮这要是上劲儿了，就容易打出连续的好球啊，一波流带走。哎，推下四号球，正常中低杆打进弹起。啊，继续再来中杆右塞，边库往下滑，杆法不够低呀、啊，有点小风险。哎，看个位置啊，最好能再往左边低杆回了一点点。哎，这样黑八会更好打一些。第六局，赵汝亮胜，比分6-0。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七局，赵汝亮开球。左边啊，中单还是有球进。看一下选球，12号球，好，推下弹起，右边有一个中带，左边11号稍微有点薄，打10。打11。哎，左侧旋转挂一些，轻轻打，低搓。哎，白球走慢一些。这杆球正常的一个顺推向上就好了啊。黑八再一蹭，这样的话选择更多，两边中带都有的打。打14，缝隙里看15，向上叫9，9下来叫黑八。没有问题啊，可以稍稍推一点点右塞高杆啊，吃边库往画面左边多走点。打了一个低杆。那这杆球要小心啊，这
这个低杆右塞两库，王一一勾，没事啊。第七局赵汝亮胜，比分7-0，开球清盘，谢谢。第八局，张宏明开球。侧向的大力开球，也并没有球进。看一下上手选球，打进，弹过来，七挡住，下方有五号球，来看这方向能否调红三的左边中带啊？不太好啊，这角度有点偏正。想挑三号球左边的话，需要强行的去偷一点点带口，把目标球打的要靠左一点啊。现在画面好了，看看这个方向，因为还有个黄一啊，左下角，所以这杆能否去立点杆尾下低杆打，让白球呢也不要往上走太多，甚至于说顶四。好，可以啊，非常不错，继续高杆底库往上，上方有四号中带、七号底带、六号底带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位置。来看这个位置，七不好打，可以打四啊，推两库可以交六，然后留一个向下角度，六交七，一点，一点变成一个七六啊，七六，这个角度怎么样呢？还想往上多推，留向下。有点直啊，直接低杆向后。弹一库起啊，八号球叫左下就行了。好的啊，左下角。第八局，赵汝亮胜，比分8-0。谢谢。
第九局，赵汝亮开球。继续的有球进，而且开的是相当好。我们看看花球吧，下方应该是有一颗单色跟，对，黄一跟十五的这个位置啊，十五号右边的底带是有的。上手直接十三叫十五，轻搓低杆，好，交到向下角度，非常不错。嗯，这杆球打十五蹬底后往上叫，可以考虑叫十二啊，因为十二这个点位它可以作为一个先打，对，嗯，不算好。角度是向下的，这球如果向上最好，叫到十一，十一下来用九跟十四直接叫黑八就可以了。但现在向下有点多，向下有点多，还要再过渡。哎，换球了，左上角，直接一个低杆。哎，嗯，打后了啊，张宏民，七号球右上啊，下一点中低杆横向交二五。弹起，好，选一颗，再走，这个位置也能接受啊，下低杆左塞，左边走两脚，哟，右塞吗？要非常强啊，可以啊，中带继续下低杆，轻轻滑下来啊，一八缝隙可以叫四，四号球应该刚好。推高杆弹起，好的，嗯，这个位置应该可以调中带啊，还低杆回来左下也 OK。 第九局一比八暂停，一比八，官方暂停五分钟，五分钟未到，判负一局。哎，双方应该是有觉得就不用去洗手间了啊。跟裁判一沟通啊，继续。那没有暂停啊。我是裁判王忠尧，工作时严谨、公正是我的态度。我使用赛克斯巧克粉，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粉。第十局，张宏明开球。
三球，开球失进，没球进。看回放，中袋没有，就上面那三颗，开球时机，局面还不错啊，这球应该会打。继续击打。选花色，推，左塞，把十号勾出来。好的。看看十号球右边。中袋是什么情况？没有，下方绕两库啊，走一个四八缝隙再出来。这杆球呢，正常高杆可能不太够啊，左侧旋转要挂一点。看白球，哎，哎呀，这杆球的效果就很明显啊。左侧的旋转基本上没有，所以白球跑到第一库一弹起的时候，这个速度就特别慢，分离角度也没出来。啊，左上方一杆准度，可以调回来了。好，再来十号啊。看看这个教十一中带的话，需要中杆横向右边。有点后斯诺，不好下低杆，要往前推。再看看方向，高杆向上。好，顶开。十五还能打啊，左上方下第一杆左塞呢，蹬两脚啊，刚好从二号下方绕出来，十二号叫中带。好的，看这个位置，推到四六缝隙中间，就左边底带。比赛结束，赵有亮强九比赛打得非常快啊！我们现在是15:44，仅仅44分钟啊，里边还包括一些这个裁判的摆球时间啊，就打完了啊，9-1。那么下一个时间段呢，在傍晚的17:30啊，稍后见。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